我是清水灣美容的 Kevin Chan。咁啊，一路以嚟咧，我都介紹一啲好正嘅屋俾大家啦。今次介紹呢間咧都係好正嘅。咁咧，佢喺西貢區，喺清水灣度，但係咧方便到可以搭巴士、搭 van 仔嗰度。咁唔代表佢冇自己嘅車位喎，佢依然有自己嘅車位，有車庫裏邊可以泊到兩部車嘅。咁仲有一個四百尺，仲有一個花園啦。最主要咧就係佢夠大兩層積，1966尺實用面積，兩層積嘅設計。Speed level， 我哋一齐睇下依间屋有几正。咁上到嚟一樓嘅睡房層啦，咁原跡咧就依度咧就係三間房一個套房嘅，咁業主咧喺裝修設計上面咧就間咗四間房，其中一個套房。我哋而家望一望啲房嘅 size 都好大。咁總結一下啦，今日介紹俾大家嘅依間屋咧，咁其實佢就坐擁好方便、好方便嘅交通。如果大家熟悉務農咧，其實佢喺務農嘅附近嘅啫，相當方便啊。咁兩層積嘅設計啦，咁個積又接近2000尺，實用面積。咁咧最重要係咩咧？佢係有自己一個車庫，個車庫擺到兩部車有蓋之餘咧，門口仲可以擺多部。咁如果泊得多車嘅朋友咧，真係可以考慮首選。咁同埋咧，依間屋如果中意設計、自己玩設計、裝修或者係中意自己搞翻自己品味嘅咧，依間就真係好適合。咁啊，大家把握依個機會啦！我係清水灣美聯嘅 Kevin Chan， 拜拜。